连日来，我驻外使团使馆举行新春招待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庆龙年新春。中国驻非盟使团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近日共同举办欢乐春节活动，联合国机构代表、多国使节等各界嘉宾欢聚一堂，共同体验书法、剪纸、茶艺等中国文化活动。在中国的传统中，龙年意味着将取得更多成就，新春快乐。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举办了温暖迎春、共庆中国年活动，与在越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共贺新春。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办的春节招待会上，旅法华侨华人、艺术家等献上了中外名曲以及合唱表演等精彩节目，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和甲辰龙年春节。中国驻斐济使馆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舞龙舞狮、古筝演奏、当地传统舞蹈等节目体现了不同文化交融的魅力。在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的春节庆祝活动中，来宾们品尝中国特色美食，观看舞龙舞狮表演，欢度佳节。中国驻委内瑞拉、加拿大、约旦、阿富汗、瑞典、赞比亚、利比里亚等国使馆也举行了春节招待会等庆祝活动，与各界人士共话友谊，共同庆祝中国龙年春节。